来参加今天的开团庆典。我是主持人文慧，很开心的能够在这首歌。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时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恒大绿洲的这个园林环境，包括它的配套设施，都没有今天如此的优美和完善。而就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说这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绿树林荫，新吸引人。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一定是特别的惬意。是啊，我们尊敬的郭市长、吴部长、万政委，尊敬的品质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恒大集团一直秉承让利于民的宗旨，我们有一个传承了十年的一个口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冰，然后这是第一次来到洛阳，然后就觉得很亲切。因为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家就知道薛宝钗她的花语就是牡丹花，所以就很巧。然后我们洛阳也是牡丹之城，然后就觉得蛮亲切的。哇！能不能跟我们这个洛阳的朋友打一个招呼好吗？洛阳的同学大家好，然后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这么热情的。不用太讲话。洛阳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洛阳，很开心在您的领导和贵宾面前。但是我相信今天最开心的还是有新朋友在我们等待的朋友，因为刚才听说这个楼盘说一买就马上升值，所以这个特价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好，涨得就增值，肯定是这样的，相信大家的眼光。好，再次欢迎黎明先生来到我们现场。他本人就非常有自知之明，等到我们四位亲王巨星。别的期待啊，第一次来到洛阳还是以前有来过？以前来过，但是都没有在恒大绿洲开盘的时候来过。那其实跟恒大的合作已经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我也陪着恒大的这个房地产的项目走过了十几个城市，所以我非常非常衷心的祝愿这个恒大绿洲能在洛阳的开盘顺顺利利，开业大吉，生意兴隆。那么这样一个手忙，我想也是再用力。蔡京不仅仅是本人来到现场，同时呢，他们也为我们恒大绿洲。非常美好的祝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在祝福我们恒大绿洲一定能够。冰冰姐想得很周到啊，那我觉得也不知道说太多的祝福，那就希望恒大能够开。不是，我小时候我在北京出生，但是经过去香港念书，再去英国念书，再去参加比较一下怎么样。那这样，那如果说给您个我相信，那将来我看假如恒大在发展一些别墅区的话，我相信我一定会记。房子应该是需要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格吧，我很喜欢古典的风格。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恒大绿洲，恒大绿洲来居住呢？那当然好了，但是现在应该在北京也有吧，恒大。是的，说它是一个古城，嗯，然后跟西安是同样十三代王朝的建筑地，所以觉得古香古色的很有底蕴。很有底蕴，您这个由您先这么一说哈，我真的我都有一些迫不及待了，更何况现场的朋友也都是期待着一个非常好的领导的带动下，整个的恒大集团的员工都是非常非常上进的，然后他们的精神其实是一直在执着的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建造的房子的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非常用心的做了非常漂亮这个著名的这个高端的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对于大众老百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对人心与心就位。我在这里呢，诚邀我们现场所有来宾朋友们和我们共同感受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迎来今天的悲欢逸事，让我们共同来倒数，五、四、三、二、一，掌声！我们恒大绿洲的开盘盛典由此正式启动。山水月动，烟花璀璨，礼炮齐放，为恒大绿洲的热卖打响第一炮。